丝品。保持一点弧度，哎，不要碰到它。右边拉长没有问题，下面拉长也没有问题。这还扭一下，加点粗细。行。是有地方我也搞不清楚，不过我自己猜的哈，很多东西就是你自己要能解释，解释得出来就可以。那你说我要解释哪里啊？解释这一个，这里到底要纳点？我觉得它是点，要点不点？你要纳不纳？因为后面看不太出来。点跳，哎，感觉怪怪的，就变柳公权了。啊，没关系啦。懒得写第二次。保留一点空间，万一不够，等一下还拉长啊。因为每个人的心中的痛都是这样，这写写写到最后怎么这下面不够长？不够长是因为你上面这个空间横画真的是写太开了，所以它一直往下延展，然后到最后没地方可以伸的时候，下面这样竖画再补长一点。所以如果你上面控制的好，这上面控制的间隔距离控制的好，下面一定够长。啊，如果你每次不够长，就强迫自己事先写长一点。哦，尽量不要学那个小朋友，每次写完不够，我这边再补一下，看就知道你补过写字哦，其实都不用太急了。我发现很多人写字不知道急什么，赶着去市场啊，他们都觉得这样写好像越快越帅，我倒不觉得啦。也写的有点大，这我没说。轻的、轻的、重的、重的，还微翘的。